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出来巡台了。今天我们一样是在五甲这里，不，瑞隆路这边附近巡台。嗯。然后我们来再小玩一下吧。这台补那么满，应该随便打都能出吧。夜店派。夜店风呢？哦。嗯。它的这个电路是有问题吧？你看，哎，当姐的这吸耶吸耶吸耶。眼睛很脏哎。眼睛很脏哎、欸，好嘞，张米佛，叶剑锋，但是他比较难录。来这个，下来，他应该只有暂时的才可以了。对，只有暂时的，而且他是真的偏难录爪。好，结束。我看能不能把这个再打下来，直上下去啊！这个，接下来嘞，我喊歌哦，不会啦，你甩得到应该是录得了啦，录了啊，没爪力，没有，它的下线有点短啊，不要，好，我们这时候立马放弃，不要一直，我们不要执着。就是你啊！我没执着，你看我们就是你，我们打多少就出了。你就是你，你。好，我们再打一下其他的。我们来试这一台公仔好了，这台公仔。这一盒里面的这一盒宽盒能不能出来？哎，出来了。拨一下。说出就出。直上一下，会不会出？怎么可能？我说出来而已啊。哦。那这样子的。这样哦。等它小爪哎。不好录。是很难录，是非常难录。太小了这爪子。哎，录了。哎，录了。就这样子哎、欸，录了哎、欸，录、欸、了耶！哈哈哈，赚到一盒，白正的物。哎、欸，这盒是那个哎、欸，什么？我们在103圈，想说这一盒是什么？哦，是哦，有打出来吗？没有。是哦，赚到一盒，他直接放，所以录了就可以放了。哎呦，这起录了就出了。是这样的意思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那、啊、这个有办法滑爪吗？我也在想哎，它爪子那么小，滑爪，再滑一次看看好不好？不行，爪子太小，小不吃不到，小不拉几的。哎、欸，差一点吃到。嗯，还是我不要二收啊，刚刚我都有二收，不要二收看看好。不是说它可以甩松吗？有一点，所以它只能甩一点点松，还没甩到最松的时候，因为它秒数很短。不行哎，它要二松，但它只能它的你看是能微微的松一点，很难浮起来。是因为吃不到啊？等一下吃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加去挣钱刚好了。这哎看，我吃到呢，吃到嘞，起来放，再把宽盒挖出来，哇，你刚刚怎么挖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点了它就出来了，嚯、哦，它那个下去上去的那个速度哦，叮叮叮。他要去挣钱包。嗯，他正门应该是可以的。下来，翻滚一圈，过去，过不去、哎，过了吧？一盒的好运又没了吗？难呢，可以可以，他这一下应该会过去，我有感觉得到。旁边
停哦，不好入哦。对，真的，在躺平之后真的很难入啊。这时候入了就出了。吐啊！因为它这里面东西都不出来。拨到了一点点，这个角度是上下，嚯，爪子太小了，真的，不来，不要只做那一横呢，这一横，嘿，突破，重围，哎呦，刚这一下，好跑吗？刚刚这一下吃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有。先甩一点点松，然后过去。哎呦！哦，爆饱哦！啊！不下去了。真是阿斯哎！这个吃到总有了吧？靠！没办法下去啊，它滑不到底，它爪子太小，吃不到窄边。吃到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个三角变下压。好，这有效吗？不知道，气泡埋下有灾。还没压到，还没压到，嘎仔。金正，终于出了一个金正，这个倒出不出得来？出来！哎，快要了，他一个进去就有了。出来了！耶！他们来了！他们真的来了！这台是好打，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难入爪。要自己挖。嗯，而且很难入爪。接来吗？我是觉得这个再拉过去一点。哎、hey, ，过去！哎、oh, 呦，哎、欸，来直接出，又来了，给你。哎、欸，爪子来了，爪位来了，爪位来了，先让它松一点。一爪顶着吗？这样子如何？好，吃不到。我再晚一点松。我觉得它应该直接下上来就是下棒了。嗯，它那么快，起都没起来，它就放了。速度太快。对啊，好了，直接吧。好了，我直接先甩松。阿丽丽，再来。可以吧？这里不好入爪，因为吃不到它、啊，吃不到。吃到都出了，全包。对啊。我好像要甩后面，甩后面，甩后面。因为甩前面你根本就吃不到它的那个窄边，甩后面。太难吃到了。甩松一点点，吃到你的屁股去，起来出。完啊，这里咧，刚刚是这。刚刚是这个姿势，然后一个起来，一个后旁就是直接放。大家怎么看呢？你要打那种很难入爪，但是夹到就出，还是要打很好入爪，但是不容易出？刚才不会离题啊？你没后盘啊？卡住了！靠！卡死哎、欸！他这样子就是死位嘞、欸，完全死位。这吸还是不要那一盒？我先攻这一盒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盒应该很容易出。来了，围起来，等把它包起来。特兰克斯，给它包起来，包起来，甩松一点点，碰过去，包起来。啊、哦，是。刚刚就是这一盒不出，出了。哎、欸，刚我想说那个两爪已经过去了。后旁吗？嗯。啊，又是这十位吗？可是这一盒比较轻啊。
轻一点点，要加上它没有那个矿，河矿保护的，应该有可能。是吗？有可能吃到会起来。加到一盖就好啦。哇塞，我吐了哦、喔。吃上下也不行。因为我从200多就卡在这了，那我们现在打到800了，甩也不是，怎样都不是，根本进入不进去。对啊，完全死位，没想到这个点竟然是个死位。不过一开始我们打得蛮爽的、啊，是后面他一变这个角度之后，就吃了一个包，就一直维持这样子。大亏钱喽。如果他刚好过来的话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，我就去保后面了。剧本啊！啊，入来入海呢。来了。破。再来这个无限轮回吧。不行啊！不要了。没有，真的完全就是被奈何挡死了，奈何是完全是死掉了，要许我，在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那种非常非常呛的呛味，结果在这一台这个小爪，这个角度完全是死，哇！你看这种呛味，你叫一个夹克放弃，那我快吐了，我真的是无奈，因为卡这样的角度，你爪子进不去，它就一直还到不到底，没办法到底，它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最好的呛味，但是却是死味，吃饱，哇！这标题赞。我们拍完了，结果刚刚突然厂主请人来带我去楼上，因为他楼上是仓库，楼上去挑个五样东西来送一下观众。但是楼上种类太多，有很多巨无霸，很多金阵，很多比如说一些行动电源啊、巨炮啊、遥控汽车，然后我就比较不要脸，因为我为了观众，我挑了五盒，都是正版公仔，那些什么小东西我都不拿，我都拿金阵。你看，我就总共拿。因为为了观众嘛，为了观众谋福利，我只好比较不要脸一点，我拿比较好一点的东西。我总共，场主提供了五样奖品要送给大家。这个是女仆公仔吧，然后这个是鲁夫 D 系列，然后这边有三个金针，这边我特别卡，我买一百张。安呢？总共送五盒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抽取决两个人，我们抽两个人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左右两边，然后两个人。这一次的奖品很好，那我们就抽这两组，两个人左右各一个。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希望我的影片记得订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